我陈佩琪，我绝对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副主席的清白。那现在他被压在里面，那我是在外面，我知道外面的情况，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现在在外面，我看到这些不实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满天飞，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这都不是事实。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的。而且这些来源我昨天都有跟检方清楚的交代过。那我觉得是很夸张的事，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引用说一些独家报道转述我昨天在里面的一个证实，但是这些转述都是有点偏颇跟片面的一个报道。那我们现在都在讲说侦查不公开，那请问这个有做到侦查不公开吗？还是为什么还是对我们先生是一种未审宣判的一种报答呢？那我绝对会支持我的先生捍卫他自己的清白，那我绝对会相信他，会跟他奋战到底。我在这里跟各位朋友，也希望各位的支持朋友还有小党们能够继续在给我们的加油鼓励跟支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